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陕西鞭杆的银手鞭杆啊。好，我们先来呢把这个以前学的复习一下啊，不要用劲，轻轻的复习啊，使这个肌肉骨骼都走匀称啊。预备式，把鞭举起来啊，然后向左转，右腿向外开步，鞭放下，手拿起来，撩裆，贯耳，挤耳，左右挤耳，转身扫腿，上步挑鞭过以后，然后拦腰横脊拦腰横脊，转身盖打，然后侧步跨鞭，然后转身擦步反戳转身平戳注意这个名字，它这个平戳实际这个往上一点，因为这个戳主要是目的在于向人的面部，所以要向上一倾斜，反戳，独立下戳，转身盖压，上步挑鞭，然后贯耳，然后上步挑鞭，然后擦步反撩，然后弓步前刺，转身格挡，弓步前刺转身格挡以后弓步前戳左盖板，然后外部下拨鞭上步下拨鞭，然后挑鞭踢鞭，左右劈鞭，好，注意独立弓步戳鞭，踢腿戳鞭，然后抖鞭，然后再来一个背鞭，这是背鞭背鞭，那背鞭以后背鞭，然后迈步转身扔扫，这是昨天学的昨天学的就到这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接着学下面的动作，转身扔扫以后反劈击头，就是我们现在扔扫是向对手的对方的下面反劈击头，把这个鞭扔扫下去的鞭拿回来用右手把它拿回来，把左手接住以后，然后呢把鞭的这头从上面下去反劈击头，从上面下去。那么它的作用呢很明显，听名字就可以知道，就什么呢扫腿以后拿回来，向
对方的头部上面先扫下面，然后从上面这个鞭头从上面向对方的头上盖下去，就反劈击头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加了这一个动作。至于这个动作的作用呢，听名字就可以知道，反劈击头啊，就是打击对方的头部。你看，是横扫啊，转身扔扫以后，把鞭拿回来，右左手接住鞭，然后左手再松开，你看，使这个像一个弹簧一样一松啊，弹过去以后，这个鞭杆向右向下，从上到下击打对方头部，左手呢从这个鞭杆的后部接住。你看，本来是横扫是这样的，你拿回来是这样的，一松过以后，然后你这样向对方的头部从上到下盖下去以后，他的鞭杆的后部正好打在这个左手上啊，他就是反劈击头。那么今天的那个鞭杆呢，我们鞭杆教学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加了一个动作反劈击头啊。那么呢，大家把这个动作呢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啊，就是大家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复习练习的时候不要用劲，把这个劲一定要练匀，练匀了以后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用力气，用一点力气啊。这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。好，那么每次我们在教学之前或之后，我们都说这个问题。你学习哦，这里我要交代一下，说一下，就是你学鞭杆的时候是这样的。你学其他的拳也是一样，学峨眉拳，我教的峨眉拳、太极拳，前面教的好多套路。那么大家在练习的当中，第一年，我的感觉，至少第一年你不要加力气，所有的套路都不要加力气，你只把动作打顺就行了，啊，只使它的劲力通达顺达以后，你就可以加劲了。头一年最好能够啊，轻轻的，不要加劲，把套路练熟。好，那么这是我说的，就是不光是鞭杆，我们轻轻的练，不要加力，不仅仅是鞭杆，包括这里面包括太极拳也是一样。开始的时候你不能加上任何东西在上面，只是练一些它的外形的样子啊，内部的东西。以后才能练长拳呢，长拳比如说练的是力气的拳，那么他在练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开始的练的时候外形练好了，不要加力气啊。太极呢，你外形练开始练的时候也是先把外形练好以后，内部太极拳是内动的东西，最后再加，先把外形练好。长拳呢是力气的东西，那你就不要加力气，先把它外形练好了再加力气啊，这是我们一个方法。这个今天呢，学习时间我们就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呢，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呢，我们以后呢，这个可以啊，这明天再接着学啊，因为现在天气渐渐的好了啊，这个田纳西县的空气非常好啊。非常非常这个像风和日丽那种春天的感觉了，有种春天的感觉了啊，非常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